创造生命奇迹的白鼠。在一所肿瘤研究院内，几位肿瘤研究员正在用一只母白鼠做肿瘤实验。他们给那只白老鼠移植了癌细胞。这是刚提取的癌细胞。小家伙，一会儿就要给你打针了。打开笼子，这几天你要守着它仔细观察。好的。过了几天，关在笼子里的白老鼠身上的肿瘤越长越大，肿瘤已经开始生长了。是啊，而且最近这几天长得很快，你看都长这么大了。随着小白鼠身上的肿瘤越长越大，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。嗯，你快去看看，那只小白鼠太奇怪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只长着肿瘤的白鼠变得非常焦躁不安，还痛苦地用嘴撕咬身上的肿瘤，并将咬下来的一块块肿瘤吞噬下去，伤口上血迹斑斑，几乎已经见骨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他疯了吗？天啊，他这是在自残。不，他不是在自残，他是想把自己身上的肿瘤全部咬下来。可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癌细胞已经深入他的体内，他这么做也救不了自己的命。这或许是动物求生的本能才驱使他这么做的吧。又过了两天，那只母白鼠产下了一窝晶莹透亮的小白鼠。快来看啊，这只小白鼠生下了一窝小老鼠。真是不可思议，这只白鼠已经疾病缠身了，竟然还能生下一窝小老鼠。可惜这窝小老鼠活不了多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移植的癌细胞已经遍布这只老鼠全身了，它已经活不了几天了。他一死，这窝尚需要哺乳的小老鼠还活得了吗？可怜的小家伙。随着那窝小老鼠一天天长大，母白鼠的身体也日渐消瘦。这只母白鼠拖着只剩下皮包骨的身体，在癌细胞无情的摧残下，用无比坚强的意志把自己体内所有的能量化为生命的乳汁，撑到最后，喂养着他的孩子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疯狂地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了。他是想要延长一下自己的生命，以便能顺利地产下自己的小孩。嗯，让他疯狂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的动力不是求生的本能，而是母爱的力量。就在母鼠留下这窝小老鼠21天后，便永远地倒在笼子里，没有了一丝呼吸。一群被它喂养长大的小白鼠将母亲围在中间。这真是个奇迹，它体内的癌细胞早已遍布全身，按理说它早就应该死了，没想到它竟然还活了21天。你知道吗？21天恰好是白鼠平时正常的哺乳期，之后小白鼠就可以脱离母亲而独立生存了。如果不是母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它，它早就死了。啊，哦，为了能顺利产下腹中的孩子，
这只母老鼠忍受着剧痛，用嘴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。为了能让孩子存活下来，这只母老鼠在体内被移植癌细胞的情况下，还能顽强地活了21天，创造了生命奇迹。面对这种伟大而悲壮的动物母爱，深深地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Namo Amida Phật.